我的祖师了，还有老师之所以强调这个视觉证据呢，是因为他们研究的艺术品，不管是青铜器还是绘画，都在很大程度上是视觉思维的产物。艺术家不是通过语言来思考，这和言语思维不一样。我们可以和音乐做个类比，贝多芬在作曲的时候，他不是自言自语，但你不能说他没有思考。艺术史学家只能通过比较。 和他和别人的作品同期的，或者是以前的作品，才能够找到他可能的出发点，以及他所做出的变化。文献证据并不是不重要。要是我们有商王知道，铸铜作坊生产档案的话，我们对这个青铜器的理解肯定和现在不同。那清代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让我们知道了艺术制作的全过程，从皇帝下单到原料采办，到制成之后的使用者和摆设情景。 这些都是早期这个研究早期艺术的学者所无法企及的，但是文献档案有它自身的写作动机，一般关注的是什么？艺术创造的外部环境，谁雇佣了谁来做什么？是画山水还是画鸟、卷轴还是中堂？这些记录呢，它不会解释为什么，比如说文征明的古树和赵孟俯的这个为什么不一样？ 尽管我们知道它们画的都其实是一颗同一颗古树，所以我们不能说两种证据哪个更有效，它们能回答的问题不一样。你倾向使用哪种证据呢？是和你的研究兴趣有关的。那现在呢，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玛雅与中国早期文明有直接联系了，因为时空差别太大，而且各自都能在本地找到源头。但是没有内在关联的文明呢，一样。 值得比较，因为他们的不同点，首先就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各自的文化独特性，而他们相似的地方，则可以启示我们对人类共性的思考。19世纪的探险者刚发现那个玛雅文明的时候，觉得它很神秘，那这再正常不过了。你有巨大的雕像，塔落的金字塔，明显是文字，但又很像图画的文字，这些都是拍电影的绝佳素材。 玛雅文明的神秘色彩，它逐渐消退呢，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玛雅文字的成功试读破译。这个试读呢，让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以为是一帮那种爱好和平的、光知道看星星的天象观察者，他们其实是非常喜欢好战斗勇，整天打仗，各个城邦之间的关系之复杂呢。 一点儿也不亚于咱们的春秋战国时期。玛雅丰富的图像资料还能让我们直接看到这些复杂的关系。美国那个宾州大学有一位叫 Simon Martin 的玛雅学者，他就是研究玛雅城邦这些关系、这些政治关系的一个专家。而他本人就对我们春秋时期的外交关系很感兴趣。他曾经这个两年前邀请我，就要做个比较，有了这个疫情，也没完成。 玛雅考古中有关宫廷文化的材料最丰富，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比较的一个方面。其他如城市发展、他们的创，我提到的创世传说、祭祀礼仪等等都有可比之处。那因为他们的石头的建筑很多，所以发掘相对容易，复原呢也比较直观，一看就知道什么样。这是中国考古很少有的优势，咱们都是土。 土遗址，那三星堆的器物坑很丰富，但是与之相关的那个礼仪建筑基本上踪影全无了。所以正因为这两边材料的不对等性、深度的比较，才能够帮助我们想象已经消失的景象。多看文学作品，对什么专业的研究都有帮助。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这就和没有音乐的世界一样，无法想象，没法生活。 我最起码我没法生活。那对历史和考古感兴趣的同学，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这可能是最重要的素质之一了。你作为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所以有机会的话，应该多看看别的地区和时段的历史与考古，不要只盯着自己家门前的一亩三分地。咱们国内的历史和考古专业，因为 人才济济，所以把学科分得很细。那除了你必修的通史之外，你做新石器考古
就是不管汉唐考古，研究民国历史绝不问津三代，而讲授外国国外历史和考古就往往一个人全顶，因为只有一两个人做这个外国考古。其实美国大学也这样，在我单位的这个研究欧洲艺术史和美国历史一大堆，分得很细，但只有我一个人从摇教到毛。跟你们说，这当然一部分是受制于可利用资源，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就此就封杀学生的兴趣。我看书啦，看博物馆啦，都比较杂。我个人喜欢看杨奎松、毛海建、刘志伟这样历史学家对晚期历史的研究。我也去过那个什么叫马丘比丘 （Machu Picchu） 在印加这个马丘比丘之类的一些历史文化圣地。所有这些经历对我的研究都有不可估量的帮助，但是我还想读更多的书，我想看更多的地方。如果疫情结束的话，像那些玛雅古城我就一个都没有去过。所以我希望有志于此的同学能向那位刚刚不幸身亡的那个刘拓博士学习，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这可能是我的一个比较泛泛的建议吧。